其实我刚才看到于老伯的坚持，很是让人欣慰，也非常的感动。因为我自己本身从12年前入行以来当记者，新闻记者，主播主持，到过后制作，到现在成为一名艺人，当中的蜕变以及这个冲击是非常的大的。无论你做什么东西，都要从最低向是升抽开始做。我之前所做的一切东西，我都不会后悔。